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的留学中国小贴士就来跟大家讲讲如何通过留华同学会来申请中国大学。首先到以下网址注册并填写本会的留学中国大学申请表，连同相关的申请材料上传至系统，然后支付并点击提交即可。若学生申请可豁免报名费的大学，本会将在审核资料后把证明函电邮给学生。学生在校方网站申请时，需将证明函附在汇款凭证的栏位上，并在推荐单位的栏位上填写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完成校方申请之后，请记得将申请编号告知本会，本会将依据学生的申请编号向大学老师跟进学生的申请情况。那么通过本会推荐申请大学和自行申请大学有什么不一样呢？通过本会推荐申请可免部分大学的报名费，本会也将协助后续跟进学生的申请情况。今天的留学中国小贴士就到这儿，如果这则小贴士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们，也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以获得更多留学中国小贴士。我们下期再会。